Hello，大家好啊！欢迎各位收看我的视频，我是黑鱼。那么今天呢，来录一个这个为海南建小屋的视频。这个今天给它改善一下伙食啊，咱们给它把这个野采的这个大幅圆柱啊给它喂了啊。这个大幅圆柱呢个数也不小，咱们就把它这个喂给这个海南建小，给它补补身体是吧？一会儿，哎呀！这个我这个下午呢是被这个白化烧鸡给咬了一口，现在就没事了。其实毒性不大，毒性不大。看一下这个大幅圆柱，个头非常大，尾巴后边牵了一根丝啊。这样轻轻的给它放下去，这下哎呦呦又上来了，独占鳌头是吧？这个就在这趴着。把它撵过去，这个丝一直在这儿不断啊，这就很蛋疼啊！这个丝，你别往那儿去，你过去，你去去。对对对，再往前爬一点，我得小心一点啊，以防这个家伙它再越狱啊。这个据说这个毒性可比烧鸡要大多了啊，所以这个要小心，一定要小心。哦。大幅圆柱很会躲，还在这织网，这家伙，我靠，哇！哇，这一口暴力啊！哇！果然啊，这个蜈蚣都喜欢吃蜘蛛啊，这个果然不是传闻。这个有很多网友啊，都说这个蜈蚣啊特别喜欢吃蜘蛛，拿各种各样的蜘蛛给它喂，啊都敢吃啊，果然啊果然，哇塞，这一口够带劲的啊，这个丝还在连着呢，你看这个丝，好长一根啊，哎断了，我靠。这样比较清楚，可以仔细看一看，这个具体的，不得不说这个剑脚非常霸气，非常霸气。只是它个体不大，但其实真的是很漂亮一个品种啊。应该是被这个光给吓到了。这个蜘蛛丝好烦啊！还有蜘蛛丝啊这儿，啊这个蜘蛛还一直在放丝，哎呦我天！今天爬过来了，他爬到这儿来了，还在吃，直接把这个手机拿下来，给各位好好录一下啊，这样看得比较清楚了。可见啊，这个再大的这个蜘蛛啊，到蜈蚣这里啊，都只是。蝼蚁是吧？这个确实是蝼蚁啊。不过这个大幅圆柱这个品种也确实不是很大，就适合当饲料，就适合当无丝。好了，那这个本期的这个喂食视频就录到这儿了啊，就录到这儿了啊。啊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呢，别忘了点个关注、投个硬币、点个收藏、点个推荐。好了。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